万要到两千个，来第二就是英国有九万啊，这个万九千啦吼，无九万空629人感染，就昨昏有172人死亡啦吼。啊，另外呢，就是越南。有16555人感染着，210人死亡。哦，啊来第四个呢，就是德国有12239人感染着，104人死亡。哦，这一天安尼里面104人哦死亡啊，但是你若含这个啥美国1800多人比起来，又搁差天含地啊。另外就是南韩有7456人感染着，78人。来死亡啦吼，佮再来就是马来西亚有3519人感染着，有30人死亡吼。来第七名的新加坡280人感染着，2人死亡。第八名呢，就是日本262人感染着，2人死亡。啊，来第九的呢，261人感染着，122人死亡。印尼呢，第十179人感染着，10人死亡呢。来，就是咱台湾。昨昏14人感染着境外移入，境外移入的，啊，无人死亡，吼，无人死亡，这样呢，甲咱听众简单报一个，啊，这个有关这个武汉肺炎的报告啦，吼。这样呢，唔知要问外久的这个物件。这还未刷咧，未刷了，对不对？讲着未刷，我甲看看，这唔是遐简单就刷。系啊。啊，要第三季、第四季，甚至是讲什么会？这以后讲可能逐冬拢爱住安尼呢。讲搭档拢爱住这个。问题是住真济人，我视频听着吼，尤其迄年会较有诶吼，有反应诶。哦。头家讲头家闲哦，工作艰苦了，对啦。啊，当然啦，少年人正济拢总顺舒啊啦。伊上海先啊住，我住底啊，甲问伊话讲，讲头家艰苦两日。戆戆，嘿，头家戆戆。啊，有诶毋是呢，有诶是爱去大病院。所以这有王蛇吼，啊，都研究袂符理，对啦，伊都变清，你研究袂符理，安尼你，唔知是要安怎去解决这个代志哦，实在是用啊伤脑筋啦。这个吼，足老的，这时教吼，都一定爱等甲到迄个所谓真真正正特效药。啊，有真真正正迄个特效药，都专门讲伊若感染着，这都食药像咧感冒去医生管，医生开一个感冒药啊，互你啊。一定爱到迄个时阵食，我都，啊，但是都一直变哩。啊，伊就一直变症。一直在变症，你怎啊才有够老呢？这都真正有影吼，这。好啦，讲来讲去都拢中国母的安尼啦，啊，结果中国母的中国也袂甲你报啦。啊，伊嘛死唔承认。系啊，伊嘛袂要承认嘛，对唔对？啊，全世界顶阵啊，当日咧的时阵，当面讲讨论要甲中国讨赔啥种种，咩哦？嘛是无啥无失去嘛，唔知变哪甲讨了叫。对啊，经过足久啦。有啦有啦，拍较紧啦。我听安尼讲这啦。你怎么打报个的时候，无讲要甲中国讨？系啊，对啊，啊讲要去调查啦，啥物种种，个啥物拢无。哎呀，啊！真啊，武汉正是哦，全世界死啊侪人，真是恐怖嘞。比一条战争搁吃力嘞。是，好，这武汉肺炎吼，监管的部分和政府去处理啦，吼，政府去查。啊，咱这个就做家己国内呢，就是家己的防护做好势，当然没念啦。台湾即马现时啊，佮有心淡啊咧，无政治啊。那个咧讲头啊。哎，那像哎像美国这，你看佮。在啊，当国民党较起舞，对唔对？这个百姓民心，像美国，对唔对？上幸福啊，台湾这是上幸福，这报道是上幸福啊，对啦。各位上台面，好，安尼好咧。你话扯到就别个选举啊咧，多选啦，多选做咧，包括咱罢免，啊罢免，啊，特工当啊咧无政治，当啊去无政治。台湾那小美国安尼哦，我还可以讲啦吼，即哪哪一钓钓，中国就是你都唔知人母个啦，咱讲属实对啦。啊，咱就未使话安尼一字咧，哦对不对？哦，即台湾在保持个安尼，中国你有啥物通去怨叹的啦？是，唔知有啥物通去去母的啦？系啊，唔知你搁底下咧想赢你啦？真正是想赢。想平安你啦？哦，对不对？哪我要问哪个啦？想平安。台湾就上平安、上幸福、上赢啊！无查无钱，为母你看怎啊？今天报纸头版的啦。国民党的旗我唔听，讲各个个改台湾共和国啦。民进党一手 OK。吓，甲通过。台南市议会怎啊通过？
这个物件吼，这个今仔日甲你藏伫迄个头版的第二条哦。咱是来讲真正吼，这国民党提议的是国民党哦。对啊，提议的国民党哦。国民党哦吼，啊，因这个物件提这个吼，咱讲属实的啦。这就是要笑讲咱唔敢。唔敢。你啊，结果咱民进党这边讲啊，好啊，无来啊，都讲好过了、啊。但是这是台南市尔，所以我要甲吴伟铁、黄志贤兄哥啊，吼、吴伟铁吼，我要甲吴伟铁市长报告一下。即马既然咱台南市市委已经通过讲，咱爱改做台湾共和国，但是咱是地方，唔是中央，当然，咱无迄个权力真正去改。不如个，我要甲咱的吴伟铁市长甲你报告。你对今仔日、明仔载好啊？对明仔载开始，你所有市府内底的文件，就是对市的，家己市府内底文件要送给议会也好啦，要送给国局处也好啦，拢甲我写台湾共和国。啊，那是要送中央的，你就写中华民国，因为咱是干那市尔嘛。咱是干那市尔，今仔日这不是立法院通过，那立法院通过就中央，就全部拢改做台湾共和国。但是咱在干那市。咱就尊重台南市议会，所有市议市内底的文件，包括讲送予里长的啦，还是送予咱市民的啦，诶，我公文啦，啥物种种，你拢老写台湾共和国，那无你就是无尊重议会。爱个写台湾共和国台南市。对对对，台湾共和国台南市啊，算了个万年，第一年就对啦吼。你若无安尼做，就真正去用国民党甲你笑纳税。就是安尼尔，你若无安尼做，就只许国民党甲你笑啊！即昨个新闻出来的时阵，咱一个看，即个民进党拢无反对嘛。啊，市长黄伟哲讲尊重国意嘛，尊重国意。啊，既然哪里在落实啊，啊，我无要求讲，咱的台南市的公文啊，要兴起到中央的公文，爱改做台湾强，我无要求安尼哦。安尼，咱就过分啦。台南市咱家己做啦。咱家己台南市内底所有市内对内公文，你拢爱改改台湾共和国。那无做，吴伟铁我就笑你唔敢。我你报警绝对无。我讲话，今仔我若做台南市市长，我应该报警啊。今仔日我若做台南市市长，我第一个我就安尼做。你嘛会困难啦。无啦，这个有啥物困难？我议会通过呢，你开玩笑。一边我笑叫我，但是你笑叫过来，这你看国民党看是安那？对啊，伊这为着啥？你敢知啊？对不对？就是为着讲原本要为着啥？你来内容有看，你个小我看。伊就是为着孙阿文迄个铜像嘛，系、啦，讲原本要藏伫台南公园内底，要徛孙阿文的铜像，即马化停嘛，因为咱民意反对嘛。啊，吴伟铁大讲啊，即个等头强势啦，啥物种种，伊就是唔敢讲出讲我的年代绝对袂徛。伊无讲，但是安尼国民党嘛是不满。不满。啊，国民党不满的时阵，国民党的一个议员叫做蔡玉辉啊，怎提案讲建请中央改革去？强调的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国啦。建设中央，对对对，建设中央。不，啊，建设中央的时阵，咱台南市家己爱本身先做啊，无你要叫人安那？好对不对？你像阿星啊，讲总大哥，我都爱徛较慢的，结果家己阿星啊，你徛拢硬吹又袂走，无道理嘛。建设中央的之前，台南市先落实嘛。啊，咱民进党这边遮呢，我那无反对，就无反对，所以呢，就差事通过掉这个提案就对啦，哈。啊！台南市长吴伟铁讲尊重议会决议，啊，那安尼就拄只我所讲的啊。对中央的，因为中央也未改，咱就同款啦。对中央的新闻，就是用中华民国去新闻，就公文咧走的时阵，哪再走中央呢？啊，那咱家己市府内底，你要新闻哦，教育局的啦，要新闻哦，环保局的啦，啊是三种啊，包括咱的迄个叫做啥？迄个粪扫车。换做即个台南市拢在头前，全部拢爱加台湾共和国，哎，拢啊改去，全部拢啊改去。所有的公务车，台南市的，都只要是市区咧走的，你拢总爱甲改做台湾共和国。你想伊干嘛做？我看伊唔敢。你莫伊归然啦！我那看伊唔敢。莫伊归然啦！啊，但是安尼做会使袂使？市会国民党，你敢讲安那？对啊，你讲中啊，这是你提案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既然恁提案，我就照你的方法做嘛，我赶紧接近到要创啥？真的，真欢喜嘞！我知影，啊，我就是惊你唔嫁你咧，就是麻烦你只万伟条，是机会啊啦，和全国的新闻焦点拢锁对台南来，你报台南的时阵，台南唔是干那假的代志尔啦，台南
所有的公务车，台南市所有的这个做机关的扛棒，什么种种有的都，全部都已经打上台湾共和国台南市安尼啦。啊，台南共诶，台湾共和国台南市东区区公所，全部拢盖落去吼，麻烦一下吼，你得尊重议会，安尼咱家己先做起安尼就对吼。啊，至于要哪建请中央。您阿爸再个再去慢慢去去参详，吼安尼嘛吼，好，这个吼，咱公主啊，歹听啊，根本这国民党就是要看咱无啦，伊就是要看咱唔敢啦，啊，既然人都安尼啊，你阁真正互看无，安尼就真正闹鬼啊，无啊，都有通过啊，无咱详细个看伊这个内容，咱看这个国民党的市议员蔡玉辉吼，伊今仔去做这件代志是见笑当受气，对啊对啊对啊是啊，见笑当受气，同我嘴讲出来，伊讲是安怎样啊？咱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，无要尊重咱中华民国的国父呢？是安怎样啊？咱中华民国的国父袂当甲采起咱的台南公园内底去呢？结果。市长唔敢猜啊，当然市长唔敢猜，迄是有民意的反对。伊原本就是要猜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蔡又几段见笑当受气，无好啦，改中华改做台湾共和国好啦。伊是讲，咱中华民国的国父呢，伊个讲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安怎样，我爱个尊重呢。蔡又几该讲的啊，结果讲按那无的话，同我归去改做台湾共和国，其实伊的心无台湾。当然无啦。那是见笑当受气的，当土的啦。伊就感觉讲，因心目中的国父袂当采起伫公园，因就掠公受气嘛。啊，掠公受气就讲吼，军啥军民进党的啊，啊不留三条，你都要改。民众真正无失望的，无失望，啊就拄阿先讲的啊。啊，就讲你讲爽的名，唔敢，唔敢。好，来来来，感谢啦，这是笑局闹局一场啦吼，但是。闹局个你就是无爱当你偷办嘞，但是笑局甲闹局，我会当互你变真嘞。对啊，我会当假戏真做啊。对，你要那么乌白目，那你国民党买塔嘞，我来给你啊。你像讲，但是你个甲看中，你个甲继续去塔对，到尾后边中央国民党中央哦，拢反对。罗坤福啦，罗坤福了，对国民党嘅议员叫做台南市人，对呢个议员无一个识嘅，你敢讲？安平，罗坤福呛民进党讲啊，你敢唔知啊？你若唔敢赞成，就卖他妈呛独立啦！哦，这就是咧呛嘛，这就是咧呛嘛，啊这有影啦，台独啦，加阵在咧鼻痛啦，啥物碗糕，这都大家用他妈呛来呛去。台南市就借这个机会，甲落实一下，好变全国的焦点嘛。不是就通过啊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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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可以变全国的焦点。啊，国民党的中央讲未使安尼，未使是你国民党中央讲的啊。你国民党的地方都要求要安尼啊。对啊。啊，咱就顺人的意。好，对不对？即马就是爱尊重民意嘛。啊，伊讲你唔敢。对，伊个还呛讲你唔敢。啊，即马就看黄伟铁。是不是真正唔敢？我看是唔敢的啦，啊对不对？啊，我讲的安尼，敢无道理？台南市的公车顶面拢加台湾共和国，加起哩，因为这就是议会。一般咱看到台南市这个公家机关的建筑物吼，是无咧看国名。哎，啊，拢台南市，咱即马第一个。我即马敢想一人尔。对中华东路、西路、南路、北路、中华两个地标。无啦，你改台湾东路、台湾西路。对啊，对，即当开始改啊。拢会使啦，足侪拢会使，就既然议会通过，即就上有力的啊。尊重民意啊！要尊重民意，尊重民意，后底议会是绝对爱尊重。啊，国民党嘛就别拆起来。系啊系啊。你若改了，国民党我哪会拆起来呢？对对对，你若去来反对，这个就不得力啊呢。啊，你若出来骂话吼，恁个去骂迄个体啊咧，简单嘛，就是安尼嘛吼。好来进广告啦，0800-0500-6688，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进一个广告，两面再个倒转来。
我迄阵是因为更年期的症状。